婆婆，我放在桌上一个装戒指的盒子，你有看到吗？装戒指的盒子什么样的？木头做的，这么大一个盒子。好像有吧，我早上搞卫生一起给扔了，怎么了？哈，妈，你怎么不说一声就扔了呀？里面也没有戒指啊，我以为没人的。婆婆，你扔在哪了？我去找找。不就是个装戒指的盒子吗？都扔垃圾桶了，很脏的，别找了。婆婆，那是阿雄亲手做给我装戒指的，我想去找回来。重要的东西还到处乱丢，这盒垃圾都已经收走了，哪里去找啊？没关系，一会儿我再做一个就是了。